揀讀浸大 MA 呢個 program 咧，俾我更加多時間同空間去做創作啦。其中一個部分咧係做資料搜集，可以幫助到我更加清楚自己嘅創作方向啦。喺吸收知識過程入邊咧，亦都可以令我更加了解藝術嘅脈絡啦，佢嘅發展啦，同埋新嘅趨勢。我中意 MA 呢個 program， 佢可以俾我揀合適嘅 supervisor 啦。 Supervisor 對我嘅影響咧好大，咁佢令我重新定義咩係繪畫啦，重新認識自己係一個畫家。呢兩年入邊，我累積咗好多經驗，同同學之間啦，同教授之間啦，亦都多咗好多互動同交流啦，令到我多咗好多新嘅角度去睇事物啦。 平時做創作咧都係一個人嘅，但有一科咧就鼓勵你同社區合作啦。咁初初係有少少矛盾嘅，咁但係之後完成咗成個活動之後咧，覺得又好有一種滿足感咯。咁同埋可以將藝術影響到身邊嘅人。咁我最近咧就喺 CVA 度有個個展啦。咁我覺得 CVA 咧都幾適合我做今次嘅展覽。 佢嘅空間同埋環境咧，觸發咗我好多靈感。未來嘅方向咧，繼續做創作啦，做展覽啦，同埋定期同一啲社區合作啦，希望用藝術咧可以影響同埋感染身邊嘅人啦。